哎呀，那挺好的呗，挺好，挺好。老伴儿啊，我报告你个好消息，有喜了。什么？有喜了？你别闹了，你都50了，还有什么喜？不是我有喜了，是你有喜了。死老头子，你中奖了。我？60万呢。你发烧了吧？我中啥奖啊？我发什么烧啊？那铁岭电视台，那滚动播出，你搁那滚半下午了。有一个监控录像拍下来的，就你给一个长条桌子前面，完了给钱，递你个票，就那发票中奖了。这啥钱的事儿呢？我这不知道呢，哪发票啊？不是，我都眼看你揣大衣挎兜了，发票呢？啊？哎呀妈呀，这不就是吗？哎呀，发票号我都记手上了，我对对啊。哎呀，一模一样的，老伴儿啊，60万呐！真假的？60万？上哪领去啊？那这上面不有地址吗？嗯。红浪漫休闲洗浴桑拿中心，消费金额12007块钱，你洗澡去了？洗澡了，走啊，那领去。先别着急领，那咋花那么多钱呢？不是我花的，是我们那个老总，过年了请我洗的澡。你看我的钱拿回来了，10月1日走的，这不18000吗？这都给你。哎呀妈，中这些呢？不是，你洗没洗吧？我洗了，那咋花那么多钱呢？你管花多少钱干啥呀？你这种的比那花的多多了，你还不是你人家请客，你也不能使劲霍霍呀。不是，你怀疑我呀？我倒不怀疑你，咱俩过这些年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呀。关键你说咱俩去领奖去，人家记者万一要问你说大爷，你咋得的奖啊？你说我洗澡去了，我花12000，完我中60万。你洗澡花那么多钱？这钱还真不好领了，那咱不要了咋的？不要也不行啊，那电视上你搁那滚呢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仨人，还有咱屯刘老四，还有他儿子刘老五。仨人4000。啊，那也多哈。他俩回来没？回来了，跟我一起回来了。赶紧把他叫回来，对对。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确实这个事儿是个事儿。老四啊，你到家吗？你别进屋了，你和你儿子老五，你俩来啊。那个什么，你嫂子吧，说有个事儿对不上了，赶紧过来吧。当面对。当面对，你快点吧，你到这儿来你就如实说吧，快。我住手！爹，咋的了？什么？你大爷让过去一趟。这还没到家呢，啥事这么急呀、啊？你大爷打电话挺急的，说有个事儿对不上。儿子，你到那千万少说话，听着没？你大娘的性格我瞅都嘚瑟。那我不去。你不去行吗？咱三个的事儿。那他要问我咋整啊？问你就说不知道。老四来了，坐吧。站起来。你俩能让我省点心？干啥呀？过去。坐吧，老四。给你大娘拜年呢。大娘，晚上好。过年，你这晚上没事啊？老四啊，在外边挺顺利的。儿子，咱顺利不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顺利不顺利？咋不顺利啊？顺利。拿回来多少钱呢？
大哥，我应该拿回多少钱？你拿回多少钱是你的，我钱都交了，咱俩一边多。话多。嫂子，我跟我大哥，俺俩一边多。一边多不也有个数吗？你拿回来多少钱？你猜。你干啥玩意儿？你让人猜啥？你就说多少是？哎呀妈，没事呀，你整出事儿来。话太多。儿子，我拿回来多少钱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那让我搁你妈那了。你别吓唬我，我妈不死了吗？你干啥玩意儿？他妈都死20年了，你嫂子也知道，你撒这谎干啥呀？就说呗，不是这个事儿啊。啊，那我拿回3万。对上了。哎，你加班了？大哥，你钱丢了？什么？我钱丢了？你怎么能拿回3万了呢？你存了吗？你钱呢？我钱我还没存呢，这不三轮吗？这不逮着胳膊呢吗？爹，那我那钱呢？就逮着没拿回去，行，那不你俩的吗？你俩加在一起3万吗？对啊。你多少？12000。你呢？我18000。这不对上了吗？对上，啊，对上，那我回去了。哎呀，给我整一身汗呐！哎呀，没对正事儿啊！坐，你就直接问他得了，就是洗澡那事儿。啊，是你们洗澡了？哪次？咱一共洗多少次，孩子？咱不总洗吗？总洗那是大众浴池，咱最后咱们前半个月吴总请咱们那次洗最狠那次，啊，那是红浪漫吧？对，红浪漫，对。哎呀，啊，就吴老板请那回啊？对呀。哎呀，那回洗的那个，吴老板真没拿我们当外人啊。大哥，这样说说呗，你就是这，快说吧，别整事儿。你要说我说吧，我爹说不明白。大娘啊，红浪漫太好了，现在做梦还想。那地方就不说别，那保安太潇洒了，我就想当保安。吴总拉着我们搁大门刚一进来，你看那保安，这里来，院里有车位，来跟我来。又打坐，到，到，到，逛，好嘞，掉钱包。我走了。那你这下屋了，我学啊。你听我说，嫂子，你真应该让我大哥领你出去见见。就我长这样，那浴池那门呢，都老尊重我了。我往那一站，那浴池那门自动唰就开了。当时我大哥说别动电梯，我就卖你了，俺们在里等有5分钟也没往上升啊。我回头一瞅，这堵一堆人了，我就听人吵吵，抓紧时间往里走，我等着站干啥去，一会儿上楼开会。对，你喊的不对，爹，你这么喊的，身完好，关关于红浪漫，突然手盆拿好了，请南边三位。对就是你一进的屋，那雾气昭昭，就像王母娘娘蟠桃会似的。当时我仔细一看，底下有个大池子，我大哥懂啊。我大哥说：“先别动啊，别到时候让人笑。”我先进去给你们打个样。我大哥就上去了，上去就是。
小鱼啊，就过来亲我大哥腿，当时给我大哥亲的，哎呦，妈，那哎呀，不行了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呀，停！妈，哎呀，小云是谁？是小鱼。多大岁数了？没问呢。呸！要不要你那老脸了？不问多大岁数就亲了？不是，你听啥呢？小鱼不是小云，是吃那鱼。现在鱼吃人了。小鱼温泉都这么大啃腿，您咋说的？您跟你大娘说。我不乐听你说。孩子，你实惠，你说。是鱼，游那个鱼。你看，鱼。那叫小鱼温泉吗？啃腿。啊，可痒痒了。完了呢？完了，我不知道了。我怎么能不知道？你看，你大爷血压都上来了，完他就上楼了，完俺俩回工地了嘛。对。你俩回工地了。嗯。你上楼了啊？花12000，花多少？老四嫂子不怕你笑话了，你大哥上楼了，花12000，这发票搁这呢，我不扒瞎。嫂子，当时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大哥呢肯定是真迷糊了，上楼了。他上楼了呢，我跟我儿子俺俩一看也没啥意思了，我说咱俩回工地吧。干啥呀你啊？哎，干啥呀？大哥，你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呀，大哥呀。什么我帮不了你？说明白了你就走了。我怎么帮你说明白呀？怎么的呀你啊？大哥，你说你这人怎么现在怎么这样呢？人家吴总啊相信你了，让你带我俩去洗澡，你怎么给花出这么多钱？你不照顾人家吗？不是，我还想问您俩这钱到底咋花的？你问谁？你问谁？你说你这，我告诉你，老四，你要来年这样，我不领你爷俩去了。俺俩还能跟你去吗？你俩痛快跟我说实话。今天我这你嫂在这呢，我这冲灯说话，我要错花一分钱，苍天在上，我刘老四没错花一分钱。我刘老五除了捞点鱼，剩别啥也没干。你干啥呢？起来，你领我这跪进去。你干啥玩意儿呢？捞鱼啊。捞温泉里那鱼了？对，就啃腿呢。对了，要我说你这孩子，你捞那鱼有啥用啊你啊？啊？我没想捞啊，你搁池子里一出来，那鱼就飘上来了。我一看那是啃完你腿中毒了，我还怕别人罚你，我好心拿个塑料袋我就兜回来了。你都回来，你拿家来了，有用吗？咋没用？炸那鱼酱你不吃的挺香的吗？那鱼酱是刀那城里那鱼炸的。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对上了，那个鱼特别贵，老伴儿，那是训练出来的，一条得1000，10条就10000，你捞多少条？10多条吧。那就对上了吗？没那么贵呀、啊，我打听了，100块钱能买一堆呢。废什么话，行吗？你大爷费多大劲呢？好不容易对上了你。还有人上楼？让开你！行了，我对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。你别老伴儿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就告诉你。咱们呢别这个事儿啊，我这人品你应该知道，让他爷俩这一说把我说糊涂了，咱也别着急别上火，钱咱不要了，我以后今后我不洗这个澡了，我一年都不洗好不好？从今往后洗去。我觉得呢，我告诉你，谁呀？干啥玩意儿？我不知道。是你电话彩铃吗？嗯，这谁打的这灯号啊？灯号，大哥不行，我出去接去吧。别打！老伴儿，咱们按免提啊、哦，让大伙听吧。谁呀？你这洗刷都不让洗了？
这大过年的这么大脾气呢？你谁呀你？我吴总。你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对不起啊，吴老板呐，你好啊啊啊！你中奖了，知不知道啊？我不是中奖这事儿我知道了，现在吧回来说不清一个事儿。那天那消费啊，我老伴儿搁这块儿，那什么，我老伴儿跟你说啊。喂，客气点。喂，那个吴总啊。哎，嫂子好。你好啊，谢谢你啊，对我们照顾挺好的。你大哥说了，回来你还带他去洗澡去哈。你挺舍得花钱呐，领他们三个人花12000。呀，嫂子，你误会了吧？我请60人，我们工地60个农民工，我寻思过年了，请他们洗个澡，干干净净回家。吴老板，你说一下多少人？咱工地60人都去了。60人，那怎么我们怎么没看着呢？你们分批去的，你是最后一批。哎呀妈呀，这扯吧你！那60人，那这个我回头是不是把票得给你拿一下？这你花的钱呢？老赵大哥，我看电视了，你是第二天走的，要是头天晚上走啊，还兴许中不上这个奖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呢，这是你的幸运，这个钱呢，你们自己处理吧。哎呀，好啊，谢谢你啊，吴总。咱记着啊，啊，回来前把那个发票给我带回来。谢谢谢谢。最后呢，我们几个给你拜个年啊，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腾飞，蓬勃发展。可能撂了。哎呀妈，60人呢？哎呀，这家把我折腾的。一人合200，26 12000。老伴儿，干嘛？过来。干啥呀？送你三个字儿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错了，你以后别整，你还搁这瞅啥呀？还不回家？我不是担心怕你走时间长了学坏了吗？哎呀，干啥去？回家呀，你瞅习惯了。你们听那发票中奖了吗？啊，对对。我说那个大哥，你先停下。那个，咱们把那中奖的钱，咱抓紧分一下子。中奖跟你俩没关系啊？咋没关系？这不咱三个洗澡中的奖吗？咱三个洗澡不假，那是头天晚上，你们当天晚上走了吗？完我上楼睡着了吗？早上起来，服务员就告诉我说结账。我说我们老板花钱，他说你多喝一瓶矿泉水，你得掏7块钱。完了你就把发票给我了，那7块钱就这么中的奖。这7块钱可以给你，我说把那个中奖的钱咱们分一下子。你咋这样？给老四你还要抢钱是咋？吴总咋说的？吴总说的这钱是我的幸运，让我自己处理。不对，那吴总是这么说的，说你们自己处理吧，你是你。不还有门呢吗？那门不就我俩吗？行了，老伴儿，我听明白了，人家老四说的对，不光你们这3扇门，还有57扇门呢。60扇门，60个家庭，平均分了，1人1万，让大伙都过个好年儿。现在政府的政策也好了，咱们农民也富起来了，老伴儿啊。钱不是问题，钱那玩意儿不是最重要的，感情是最重要的。继续。行啊，分了。不是你干啥呀？干啥呢？我想你妈了。